我是 Danny。没错，我现在人位于静安区的建筑模型博物馆。刚从地铁站走过来，大概花了30分钟。建议大家还是坐车过来哦。这里也是号称上海最难预约的博物馆之一哦。那我是一个月前预约的，今天终于要来一探究竟了。那究竟里面有什么看点呢？那么话不多说，赶紧继续看看吧 ，Go Go！Send her my heart.